하지 마. 男朋友吧。 Ah!
有人。你别笑。小朋友，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搞错了，再来。小烧，就这，可以试一试。面对疾风吧。有人，我闺女啊，我刚买了西瓜，卖西瓜那人说这里边就有500个籽。怎么可能？他说这个品种里边就500个籽。他肯定骗你的，我数数，要不是500个，咱找他退了去。行，你数数。嗯啊。249 250，你看哪有500个，明明就250个，找他退了去。还退啥了，我都吃完了，这没籽的西瓜真好吃啊。哎呦我的妈。我想缝衣。爸，你要是能不碰这个瓶子，把下面这张纸抽出来，我就给你100块钱。还当我不会呢？看着啊。哎呀，这餐巾纸太软了，拿出来。我要是能拿出来，你给我100块钱。你要能拿出来，我给你500。哦，看好了啊。滚。哎呦我的妈！什么？脑瓜子又嗡嗡的吧？嗯？干嘛？咱换下座呗，你上后面的食堂换下吧。哎，我不能住，吃快吃完了我都。不是哥们，我每次来他家我都坐这吃，坐习惯了。不是，那你看就坐这吃呗，我哪吃不一样？我快吃完了，马上走了。你这孩子。给你10块钱，能不能上后面吃去？啊！这么犟啊，现在呀！不要！嗯呐！坐上来！坐上来！坐上来！你这傻呀！你别笑！